他的生日吗？我们某个人的生日，就是我们其中最帅的那个人的生日。哦。啊。上一次蘑菇他说他最帅，我觉得应该是月薪的，就是看你是哪一年的。如果不是就尴尬了，你看。我觉得应该出示年份，反正我们都过一遍就行，我们把每个各自的年份过一遍。不是我的生日，不是我的生日，不能瞎搞。不是，年份也不是，月份生日也不是。他原话是说最帅的人生日，不是吧？就是，他最后一句怎么说的？最帅的那个人都还没出生。哦，还没出生，就他都还没出生，就是肯定是1989，1990。1990，应该是对的嘛，应该是对的，因为月薪89已经出生了嘛。嗯，不对，不是，还没出生的，还没出生应该是1988吧？还没出哦，我出生的。哎，你们这个怎么算的？你们这个是真的？他1989年出生，你给他来个，他1990年还没出生。哦，他1990年都一岁了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有吗？也不对，最帅的那个，我冒昧的试一下我出生的年份啊，也不对。那实在不行，你1976嘛，算个我嘛。也不对，咱把几个人的年份都算一下。85，张远的出生年份不能够把谁公认他最。sorry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这句话盘一下啊！我是1986年出生的，最帅的那个人还没出生，你是85年出生的而已，那应该是你最帅。这就是我啊，也没有。谢谢。